我们不少同学也常常参加打佛七，还有人发心要打精进佛七，很好啊，难得啊，打了十个七了，一百个七了，还没有往生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这跟经上讲的不一样啊，经上讲七天就成功了，我这个十个七天一百个七天也没成功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是我们自己修行呢不如理不如法啊，如理如法了，没有不成就的。所以你念佛念得再久，阿弥陀佛不来接引。阿弥陀佛清楚啊，因为你不想往生啊，他也来接引你的时候把你吓呆了啊。阿弥陀佛很慈悲，不吓唬人，等到你说你真正想往生了，他就来了，就是临命终时你有恳切的愿望他就来了，你没有恳切的愿望啊，对极乐世界并不是十分向往，恳切的祈求他还是不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啊，信愿行呢，这三个条件呢，三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行啊。所以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愿呢不能不重视啊。啊，这个愿怎么个修法呢？中峰禅师在这个法寺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一定要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为我们自己的本愿啊，讲到后面会跟诸位详细介绍啊。所以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不一样，愿跟阿弥陀佛的愿不一样，这个不能往生啊，必须同心同愿，同德同行，那你决定往生不能够疏忽啊。